王太集团正在筹备度假村的破土典礼，我们这边也要派出人手支援，不然你来负责啊。苏州不是由小萌负责的吗？我分配人力还得看员工脸色。没有。妙妙怎么还不睡？我想跟老爸说晚安。行，那我给老爸打电话。喂，副总啊。小萌啊。在俊他在房间吗？哦，因为今天我们一路过来都在开会呢，他应该是累坏了。那在俊睡了吗？嗯，你要有事的话我让他睡醒回电话给你。啊，不用了。你们快来看快来看。这孙副总跟在俊好般配。哎呦，真的，你看这俩人现在穿的衣服都一样了。是啊，好般配。什么时候的照片？小萌，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。龙泰最近的 schedule 会比较紧迫，我可能要闭关工作，所以我想暂时办回证了一下。在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久等了。哦，没问题。哎，好了吧，我走。